场新同事，然后让我来面试。进来的粉丝老铁们，记得双击666，然后记得刷点小礼物，能争取能让我进入。我的同事是明星，让我入职成功，谢谢。好的，超文弟弟已经提前写好了我们的面试申请表，请超文来展示一下面试申请表，并一一解释一下。一一解释吗？对。姓名就不需要多解释了吧？我叫杨超文，然后身高1米180.5，我当时我问他们，我说是不是净身高还是穿鞋身高，他们说都可以，我就填的是穿鞋的身高，猛男嘛，一定要有180.5，对，然后我的体重是112斤，自己的特长是唱跳，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特长，比方说发现生活中的有趣的事情，生活记录员，然后也是一个平时也是个爱笑的逗逼，然后也是一个爱看剧、爱看动漫的一个人，我的应聘宣言是：搜狐娱乐非有我不可。我的自画像，我比较抽象派，见笑了。好的。